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布多拉苏莱曼，然后是一个在校大学生，然后现在不是暑假嘛，然后每次暑假寒假的时候，我都会过来帮我爸妈看一下店，然后做个生意啥的，然后今天过来帮他们一忙。那我弄要什么子的？要什么不？不过去。我不知道。嗯，对。这是我小妹妹，我们到另一个店看一下。然后这是我一个另一个妹妹，坐。然后这是我另一个妹妹表妹，然后这是我弟弟。哎，今天人多不多？多。那生意做得好不好啊？好的嘛，那就好。要是要等，谁不拿手机来？都是手工做的，手工花的。小一点的，看这个，这个多漂亮，这个对，花瓶嘛，瓶满，家里摆的最好了。有四个娃娃，现在娃娃也，上学了。大娃娃嘛，现在那个武汉的，上大学的。老二、老三，他双胞胎，他现在高中，现在我都没去上学的呢。小丫头嘛，现在。一年级，在放假嘛来，我们给你帮个忙看一下。看一下光铜器。96年来了，喀什来的，现在国际大巴扎有三个店。现在嘛，生意还可以。